大连的天气今天是真好啊，昨天下了一天大雨，然后今天我去买点猪排骨，今天做个排骨吃。现在的大芒果多少钱一斤了，大哥？大芒果15一斤呢。大芒果不错啊，给我邀几个给我老婆。大姐给我邀点排骨来。现在多少钱一斤？16给你了，没17。你别照里头贵啊。心里能煎一下，我想哪块自己选。哪块都行，来我挑一块。来这块吧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阿谦。小陈。今天我们哥俩啊，在家又怎么说呢？又背着老婆偷吃好吃的了。必须的。手抓大排骨。看一看啊。然后还有青菜，有这个芹菜、芹菜叶，还有炸好的菠菜啊。我喜欢，也喜欢吃青菜。来吧，搂吧。必须的。好。太香了！哇！绝了！炸的菠菜，哎呦，酸黄瓜，解油还解腻啊。咸淡适中，蘸上那个辣酱，好棒！炸好的菠菜蘸酱是真香啊！这个芹菜叶也是我的最爱，大蒜，哇，辣酱还挺辣的。怎么样，味道？味道真的是太好了。嗯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
自己的手艺就是棒。很干净啊，绝对不能浪费啊。好了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了，喜欢阿坚的强烈推荐，下期再见。